石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没有，金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，我在帮他找。你在这是做什么呀？啊，我宪兵队有点急事，我看街上人太多了，所以想走个近路。没想到这么巧，碰到二位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嗯，那你们慢走。再见。走了，走了。 我先问你，你明明有机会逃离香港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老子凭什么走啊？我现在这副德行，到了哪都是苟延残喘。放心，我的断指之仇还没报呢，老子不甘心，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不甘心？什么？我看中的就是你这种不甘心。 我也相信，你是个可以做大事的人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回到宫本身边继续工作，为我拿情报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有选择吗？记住，全香港，我是唯一可以让你活下去的人。 去吃顿饱饭，换身衣服，然后去这个地址。别想跑，我还能找到你。 叶冲坐在钢琴前的背影，显得格外孤单。神秘电话的突然出现，让叶冲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。从踏上香港的那天起，他一刻也不敢忘记檀香教育他的任务。一想到那么多的通知，在香港暗流涌动的漩涡中挣扎，他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迫切。但是他知道。 他必须克制自己的这种迫切，克制，从他成为谍报人员的那天起，就已经流淌在他的血液中。他知道，他们终会有相见的那一天。 我们这儿打烊了，伙计，我难受，真难受。真打烊了？哎，我要开方子，大夫。我们打烊了，明儿再来吧。别呀，我着急，特别急。你怎么了？什么症状？咳嗽、感冒，流鼻涕。这个小毛病，没事。我那儿有现成的方子，啊，直接给你拿两服药，没事。不行，大夫，那个我还是得开方子。 我有急事要回乡下老家，还是带着方子心里踏实。你真的非得要方子？对，方子，您就给我开一副吧。我从小身体不好，特爱感冒，又总到处跑，还是带着方子回去。嗯，行，给你开一副。 谢谢您啊。嗯。
刘叔，怎么这么棒？人家大夫死活不给我开，我硬熬了半天才要来。就这么点儿？就这点儿我就跑了一下午，腿都快跑折了。刘叔，咱要这么多药方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跟找咱们的同事有关系？咱们要找的是大夫。没事，别瞎说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走吧，走。怎么样了？没有眉目。虽然这有这么多的药方，但是我总觉得肯定还会有遗漏的医院和药铺。要不这样，明天啊，我再带几个兄弟去找找。好，老刘，辛苦你和同志们了。什么辛苦不辛苦？哎呀，可惜这人还是没找着。是不是我的判断有什么失误啊？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？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，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。香、姜、当归、荣泰药铺，老刘，你马上带几个同志看好这家药铺，记住，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。好，少爷，我也去准备一下。去吧。叫你关注药铺呢，贼头贼脑子干什么呢？怕别人发现不了你啊？没有，刘叔，我就是怕被人发现。那个，我猜呀，今天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，连您都亲自出动了，是咱们的重要同志吧？我呀，一重视我就特紧张。你才来几天啊？管住自己嘴巴吧，啊，别瞎胡说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晚上来接我的班。哦，满大街都是宪兵。啊，直接回家，别乱跑。哦。小心。真的要去荣泰药铺啊？通过这两次传递情报来看，这个人做事十分的谨慎，我必须亲自去看一下。
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有情报。有情报也不能进。我真有情报。给我站住！我有情报。再说我抓你啊！给我站好了。我有重要情报。什么重要情报？少废话！你让我进去，大哥，你让我进去。再不走，我开枪了啊！别！共产党的情报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在这干什么？我有重要情报。什么情报？共产党的情报。走，走，给。哎，走！放开我！快点！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，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。说吧，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，他叫湘江。先生，里边请。谢谢啊。先生，哪不舒服？最近有点咳嗽，头也疼。那可能是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，受寒了。来，我给你带来脉。先生。香附、姜黄、当归这三味药能治什么病啊？一副方子治一种病，但是这三味药搁一块儿，确实行性。那您开过这样的药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人就在荣泰药铺。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下落，都没有眉目。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，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，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？除非你是叛变的共产党吧？我不是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不是什么共产党。吉田さん、来ていただきたいと病院からお電話です。わかった。すぐに向かう。はい。你不能不管我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老魏，老刘，少爷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快走。行动够快的，老板，来客人了。先生，需要点什么？没事，你忙吧。中にいるのは洋少佐が連れてきた共産党の裏切り者だろう。そうです。洋少佐はいるか？出かけました。風さんのご用事だそうです。門を開けろ。
許可しない限り誰も入れてはならぬと少佐のご命令です。門を開けるんだ。はい。叶少佐走了，现在由我审问你。你是谁啊？小岛介，军政厅少佐，宫本苍野的副官。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如果你想保命，最好只对我一个人开口。如果过后有自称是宫本苍野，或是小岛介的人过来审你，一定要当心。因为他们是亲共分子，你如果像对我一样跟他们说这么多的话，后果自负。还有，他们俩可是心狠手辣，我怕他们当场置你于死地。我可以告诉你几句话，让你保命。你就是小岛介啊？你知道吗？嗯。但你的秘密我都知道。什么秘密？你的底细啊，宫本苍野的底细啊，我全知道，更别说还有蓝豹的事。你干嘛啊？Bug。谁让你把人给我直接打死的？可是他说，他说什么？说什么你都信的？人活着对我们还有用，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？说话！不知道现在湘江同志情况怎么样了？湘江做事非常周密，我们刚才走的时候看到了叶冲，估计今后的事情会变得更复杂。那看来叶冲现在知道湘江的存在了。唉，都怪我太大意，险些酿成大祸，真没想到我的手下竟然出了叛徒，真是的。老刘啊，这事你也别太自责了，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确定那个坐堂大夫就是湘江本人，而且你已经把危险的信号及时的传递给我们。是啊，老刘，幸亏你拼命赶到，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。真是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应该先一步找到湘江本人，这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，然后及时的给他送出香港。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。经过这次意外，湘江一定会提高警惕，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要主动联络他，等到合适的时机，他会来找咱们的。湘江的出现，让叶冲的心中燃起再一次和组织取得联系的希望。他不能放弃这次机会，而这个湘江会不会也是和小庄联系的那个神秘人物呢？这个叛徒死得好，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爱国义士白白断送了性命。我有一个猜测，跟你联系的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湘江啊？我今天守在电话旁边一天也没有什么声响，我还盘算着别是出了什么事情，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他那边出了动荡，有人叛逃。总算是有惊无险呢、啊、前日东江纵队的叛徒知道他的身份，那他的安全必定存在着隐患，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。
可是这个湘江未免也隐藏得太好了吧，跟我通了那么多次话就是不露面。我大概能知道他的大体方位。我相信你最擅长的就是钓鱼了吗？鱼儿那么灵巧，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这个肯定不在话下。现在啊，我们知道湘江出现的位置一共有四个，两个间隔五百米的电话亭，荣泰药铺，还有你们第一次相约的石板街。把这四个地方连接起来，会有一个交汇点。我觉得湘江就在这个交汇点的范围内。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暗中调查这一区域，就一定能找到他。既然他不想露面，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，我们就不要逼他了。不过你还要时刻跟他保持联系，起码知道他是不安全的。如果有了合适的机会，他应该会让我们找到他的。宫本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不喝了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明天恒英就出院了，我还得回家准备准备。别乱想了，走了。我都没有去找你算账，你倒主动送上门了。宫本先生，看来您对我还是有一些误会啊。我来就是想向您解释清楚。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？你不但没有帮我除掉禁香，还主动给叶冲写了一份口供，把刺杀叶冲的消息和盘托出，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。宫本先生，那份口供我实属无奈，那根本就是叶冲自导自演的一场戏，他想借刀杀人呢。况且以我当时的情况，也给不出那份口供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代价呀，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。怎么样，宫本先生，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。你今天晚上来找我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我来就是想问问宫本先生，您当初许给我皇军的职位，我能要回来吗？你现在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。宫本先生，如果在这个时候连您也把我拒之门外的话，那就是要我的命了。给我一条活路，收留我。您别忘了，咱们不是还有共同的敌人吗？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，你可以留下。我正在香岛组建一个现查机构，正好缺你这样的人。明天你就准备准备，去筹建处报名。至于职务嘛，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，等你干好了，我提拔你。宫本先生，我一定会为您，为皇军誓死效忠。
们现在是鸟枪换炮，您穿着这身衣服真威风霸气。哦，局长，局长，知道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们这帮兄弟过得那真是提心吊胆的。你要不在的话，那我们真的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是啊，东躲西藏了这么久，我蓝豹终于重见天日了。我昨天接到了大本营本部的命令，大本营的情报机关得到了确切的情报，两天后将由一个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由日本本土出发，乘坐平阳丸号抵达香岛。英国间谍，他来香岛做什么？自从我们占领了香岛，英国的情报机关基本上处于毁灭状态，很多的英国人都被关在了赤柱监狱。据说这次这个间谍的到来是要与一位特务秘密的接头，是什么目的，他什么时候离港，我们都不清楚。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他将对香岛构成威胁。岳冲，你这次识人断面的本事可以派上用场了，务必要在他们接触之前把人抓获。既然大本营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坐哪艘船来的香岛，为什么不直接在日本本土将他抓获呢？还要容他来香岛？事出紧急，情报部得到这个情报的时候，这艘船已经离开了日本本土，所以才命令我们要在香岛把他截获。身份和体貌特征呢？只知道他是一个西方人。这个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？您说这一船人上那么多西方人，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排查的难度确实很大，香岛各国的势力盘根错节，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证据就抓人，恐怕会引来更大的麻烦。好了，我命令明天上午军政厅全体出发，封锁码头，对平阳丸号的所有西方人挨个进行盘查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绝不能让这个间谍漏网。是是。叶冲，怎么无精打采的？昨晚上没休息好吗？跟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，能睡得好吗？哎，不要影响今天的事情。我知道。长官，这是所有平阳丸号上西方人的资料。船上有58名西方人，排查起来非常需要时间。那就从出入境记录上开始查起，凡是有过来回往返的都暂时放过，凡是新来的都秘密带回。不过封锁码头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时间太长会发生恐慌，
记住，你们只有20分钟。是。是。来了。イギリス人だな。Yes。香港に何の用だ。My brother used to work for English government. I came here for him. 縛り上げて。行くぞ。こいつを尋問しろ。こっちだ。次。おい。Please. Hello. Hi there. You 这是一只常年拿枪的手啊。你应该是去接应我。我有一笔生意，再不赶去就来不及了。我没有迟到的习惯。嘿，这样就不会迟到了。啊，这是伦敦为中国所做的金币表，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。你说说你要怎么赔呀？哎，哥哥呢？这块表啊，先还给你。虽然我不懂表，但是我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古董宝贝。现在表盘已经碎了，你杀了它也无济于事。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修好这块表呢？あいつのことか。站住！我说让你走了吗？あいつはイギリス人か？スイス人です。你是不是英国间谍？把箱子打开。喂。把枪放下，将军。你是伯恩先生对吧？刚才我的手下如有冒犯的话，请多多原谅。啊，トムロ。三井陽光の田村正夫と言います。あなた方は何か誤解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すが、バーンさんはスイスから招いた客人で、レキャビノティエのジョン・マルコ・アシャロン家の子孫です。バーンさんは私の長年の商売仲間で、日本で何年も仕事をしていました。香港に来たのは骨董時計の商売を私とするためです。ほう、そうだったか。田村君、君は本当に腕の立つ商売人だな。すべての骨董時計も民間に流れている。君もこの商売で大儲けできるぞ。商売の準備はもうできていまして、バーンさんを待つばかりでした。すぐにでも開業できますよ。さあどうかか、開業の日は必ずやご招待いたします。よし。それに。とても貴重な贈り物を準備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。必ず行く。ではこのバーンさんは
お、もういい。行ってもよろしい。将軍閣下。では将軍閣下、開業の日にまた。おう、どうぞ。将军阁下，他的那一双手一看就不是单纯的商人。啊，天村，他所在的三井洋行，常年为皇军提供资助，这个面子是要给他的。现在也没有理由证明他就是英国间谍嘛。如果搅扰了天皇，怪罪下来，我也承担不起啊。不，那就把他放走了。将军。不如我去暗中调查一下这个人，一旦我抓到了证据，连田村先生也保不了他。嗯，这就对了嘛。啊，我也去。少爷，老刘，坐。好。今天一早，佐藤叶冲、宫本带了大半个军政厅，全去了中环的皇后码头。这么庞大的场面，一定是个大人物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收获，这是我们在一个常用的联络站拿到的。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机，除我之外还有七名同志，务必安排他们安全出港。有人吗？看起来我来对了，真像个博物馆。